爆谷製造人人周星馳、郭子健、邵家臻、田啟文，論盡史提芬周72變，佢係將呢一個極度嘅市井，呢一個極度嘅文藝係融合埋一齊。望咩啊？條氣唔順就發個輪嚟，大家研究一下。周星馳最堅抽嘅地方係佢嘅語言。我未見過一個演員好似佢咁揮灑字。小哥你唔好死啊，小哥。Very good。8月25號晚，一齊碌絲周星馳。